上海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我是李正宪，龙宅 Mercedes-Benz Arena 开演唱会，真的很荣幸，谢谢你们来到。 现场真的非常非常感谢。有第一次看我们演唱会的吗？你有个屁呀！谢谢，谢谢。今天在舞台上的不是郑王红，不是独立的 artist 郑王和。 上海，完美。今天我信心满满的。谢谢。赵雪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正宪。一起来一个。Yeah。 Hallelujah.